本影片中相机销售排名来自于相机王内部销售统计，仅提供作为参考用途，并无法百分百反映出所有相机市场实际销售状况，请勿将本内容理解为整体市场的销售状况。影片开始。相机观点点点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on， 欢迎收看《相机观点》第一集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2017年上半年度在相机网卖的最好的消费型相机前五名。在公布排名之前，我先来说明一下什么叫做消费型相机。消费型相机在数位相机的种类里是属于最基层的类别。早期的消费型相机最基本诉求就是轻便性，并且比功能及画质都来得重要。它必须符合基层用户普遍最重视轻便性的需求，去设计出美观、辨析、简单、好用的数位相机。让我这个小帮手来打脸杰森啊！不是啦，是来帮杰森补充一下，消费型相机其实不仅包括轻便型的相机，感光元件尺寸较大的机型也可称为消费型相机。消费型相机最大特色是无法交换镜头的设计。在智慧型手机未出现之前，消费型相机在整个数位相机市场的市占率一直相当的高。在当时有许多经典的机型在市场上称霸了好一阵子。你曾经用过或在路上看过这些相机吗？直到智慧型手机出现了之后，整个消费型相机市场才开始产生了巨变，并随着智慧型手机一发不可收拾的热潮，消费型相机的市占率开始节节败退。2010年开始，消费型相机的销量就像溜滑梯一样。最主要原因就是有了能拍照且功能不断进化的手机之后，消费者普遍已不再需要一台轻便的数位相机。这时，消费型相机市场开始为了与智慧型手机做区隔而转型。现在我就来揭晓消费型相机的销售排行。从这些前段的排名，我们就能知道现在的消费型相机对消费者来说，他们重视的是什么样的需求跟功能。对了，这不是业配哦，这是来自于我们相机网的实际销售数据所做出来的排名哦。第五名 GoPro Hero 5。运动摄影机的热潮就是随着GoPro Hero 系列的推出而兴起的，它的诉求就是轻便且能随时用录影来记录生活，并设计了许多可以转接到不同用途的配件。随机附送的潜水壳让摄影机能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下拍摄，并且不需要担心相机的安全问题。目前最新的 Hero 5已演化成可裸机防水，在无安装潜水壳状况下即可得到更好的收音效果。虽然 GoPro 在有限的体积下无法真正设计出高画质的摄影机，却创造出新的需求，极限运动摄影机，或者说跟上了新的潮流，用影片记录生活的新世代。随着社群网站的兴起，越来越多的人用影片来取代拍照记录生活，这就是 GoPro 最成功的地方。第四名 ，Ricoh Theta S/SC。在前面的时候提到消费型相机的转型 ，Ricoh 的 Theta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既然在轻便性没有办法跟智慧型手机匹敌，那就在创造一个全新的需求来跟手机做区隔，那就是最新的360环境照相技术。有了360相机，拍照的时候几乎不用去重视构图了，因为镜头360度完全没有死角，不论是自拍还是大合照都能够轻松应付，并且还能玩出许多不同的创意。对喜欢酷炫潮流的朋友来说，360相机是一个全新的选择。潮帅的是相机，杰森你在耍什么帅啦？第三名 Panasonic LX10。近几年 Panasonic 在消费型相机这一块投入创新的部分是不够的，但凭着电子大厂的技术加持，
以及观察别人的创新来与时俱进，也不失为一个低风险的方法。L-X10 就是一个透过观察市场的实际动向后，再火力全开一次给好给满的消费型相机，诉求超越手机拍照所能提供的画质水平，尺寸及重量也维持得相当不错。第二名 Canon G7X Mark II。 Canon 在相机市场的布局跟决策一直是相当快速的，也是 Canon 能维持市场龙头地位的关键。而我不得不说 Canon 真的是相当的精明，能在没有创新的状况下持续咬住市占率，靠的就是出色的市场决策反应。而这台 G7S 其实也是复刻他牌相机的产物。话说 Canon 真的很厉害，我使劲吃奶力气搜寻 G7X Mark II 的广告，只找到这个广告，从头到尾没有看到关于这台相机的卖点，但是这台相机依然大卖，这不科学啊。第一名 Sony RX1003/4/V。 Sony 是近年市占率年年创新高的相机品牌，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其超强的产品研发能力。 RX100 一寸型相机系列从推出开始就直接在消费型相机市场拿下龙头宝座，常年的霸主 Canon 也只能拱手让人，逼得 Canon 不得不复刻一台外形极像的 G7S 来抢占市场。 Panasonic L-X10 则是玩的整整近三年。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出创新的重要性，虽然创新也必须要冒着失败的风险，但在市场中要脱颖而出，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开创先机。六到十名我也来跟大家报告一下。第六名 Ricoh GR2， 第七名 Casio ZR5000， 第八名 Fuji Film X70， 第九名 Panasonic LX100， 第十名 Olympus TG 横线4。今天的消费型相机销售排行榜就在这边告一段落，希望你们喜欢这一集的内容。怎么样，我小帮手比杰森聪明又可爱，对吧？哈，有这种事？如果有想进一步了解的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们互动，或透过相机王门市 Facebook 粉丝专页与我们联络。最后，关于相机观点这个节目，我们希望能提供高质素的影片及最好的影片内容给大家，所以筹划影片的时间会比以往拍介绍影片要来得长，这部分要先跟大家说声抱歉。我们的影片并非有人专职在做拍摄，都是利用空档闲暇时间来完成的。非常感谢你观看我们的影片，也欢迎你将影片分享给正在考虑买消费型相机的朋友们参考。我们下次见喽，表情符号开心，拜拜。